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是来打这个星一插关了。那这个星一插关是光属性的角色，那它是目前呢，我们目前能进去一插的方法就是打今天晚上开的薪水豹，对，我们才有机会遇到。好，那陷阱呢，我当然会放到右边，对，你可以再看一下。所以关我目前就先打砍，就这边就是卡点。那如果没有凯特西，算是比较麻烦的一关哦。那如果你有凯特西的话呢，可以带这只角色，这个搞玛瑙的样子，对，可以帮他开连吸。好，这边应该有卡点哦，只是我没有卡进去，我没有注意到。好，这边的话，上面这三只会丢伤害币哦。那伤害币大概是，不会痛，就是还好，没有到致死性的伤害币。对，不是致死性的就还可以。那这边要我们用卡的哦，对，往下撞。哦，只有一回合这样。好，卡进去，OK。好，我们进下一关。下一关的话，中间这三只要一次杀掉，不然他们会一直复活，一直复活。那如果打得稳的话，就是左上两只先杀掉，左上两只的黄鬼。因为黄鬼嘛，那个弹珠的基本上即使就是黄鬼这种鬼怪系列哦，就是白爆炸都会炸死，就是会炸很大的伤害啊。哦，其实中间那只牛妹的血量没有很高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友情的话，其实快把它射掉了。好，这边还有剪刀盾哦，就这样好了，这样打。哎呀，差一点，撞得好烂哦！天啊！往上走。OK。哦，伤害币一下是8000的样子，伤害币大概是8000哦。好，这是下一关。下一关的话，哦，这边也要一次清掉一组，不然会一直复活。啊，这边我位置还挺好的。OK，怎么残了啊？我变小鸡了，难怪会残。哦，没有注意到小鸡啊。难怪我想说伤害怎么可能会不够？这边直接开 SS 啊，以防万一，因为我想直接清掉啊。有猫咪在这边很强哦，凯特西在那边超强的。哎，撞到，nice，好险好险好险，有清掉，没清掉就麻烦了。好，下看看，下一点角度，OK，好，底力加反击杀嘛。好，一样先把这个黄鬼杀掉，对，以防万一，不然等下就白爆炸。哦，OK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好，然后这边看起来看能不能往撞三个反魔法阵，然后下去啊，之后撞到两个，哦，至少变回来，有变回来就还可以。这边的话，看可能小靠赛吧，试看看。哎呀，撞不够好。来试看看这样撞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招反魔法阵。哎，哦，没吃到，没吃到。OK。好，这边一样就是打得稳一点哦，因为我们回合数蛮够的。好，这边呢就这样打。哦，其实凯特西的友情很痛哎，导引弹伤害是蛮够的。好，进王冠。进王冠这边的话，OK，一次一先一次一次一组，慢慢来。这样吧，这样试看看。哦，这个有点
有点血量的。好，白爆炸，开场36000白爆炸。这边的话，不太想省 SS， 试看看好了，看能不能清掉。哦，张走清啊！我想，我是想清掉两组的，这样就小有点亏啊。因为我觉得可以清掉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清掉两组，可惜了。等一下的话就往上走好了，往上走，这样。嗯，角度有点不够，看看。OK OK， 清掉就好。哎、欸，不要超血，不要超血。哦 ，safe safe safe。吃到血就完蛋了，我差点被鞋子搞到、啊。好，血量哦，伤害真的不痛、啊。嗯，这边的话，诶、欸，没猫咪小可惜啊，这样吧。好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等下好，直接开 SS， 直接开 SS。哇，这样有点不知道怎么上去、欸。嗯啊，手滑，手滑了，哈哈，看能不能猫咪赛个下，哎、欸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好，下一关，好心虚哦，遗言先杀掉嘛，对，先杀掉，好，一步一步卡。这边就张壮，然后顺便靠友情来补伤害。OK， 讲房这边就有点像真近藤游的感觉哦，就是你要卡进那个缝缝伤害才会比较漂亮。就你有两个选择嘛，缝缝或是缝缝，然后或是直接撞。哦，猫咪的这伤害真的很漂亮哎。好，这样。OK， 王二算相对简单的，王二算相对简单，就是乖乖把黄鬼卡掉就好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先这样，先往上走，先上来，一样先清掉，一样先清掉右上角那两组硬硬加牛妹。OK， 张能清掉。OK OK， 云章运气超好的，多清掉一组那个丢伤害币的小怪。好，那一样先降防才能打出伤害哦。还是我们直接做做看，我们直接来做做看好了，直接来做做看，因为有反击杀手烧饼吞，然后加这个体力嘛。OK OK， Oh my god！是没降防的、欸，天哪！好，开一个，开一个帕克。OK， 好，王章就可以降防。好，最后就在教帕克做结尾。好，总结哦，这次的一叉其实。我觉得有凯特希尔会好打很多，但没凯特这些话，搞玛瑙，然后亚伦杖阿法，我也有听到有用哈姆雷特或亚森，对，这几只算是也能用的角色、喔。那么我自己觉得难度就是没有猫的话会难打一些。好，那么感谢各位观看，那祝各位攻略愉快。